这个三月活力满载，俊男美女向前冲，锁定新锐 HD 电影台 Max On， 我就是王牌销售，职场卤舌大进化，心机手段样样来。他每天晚上都跟公司高层出去吃饭，耍那种卑鄙下流的手段就有用吗？百姓会林美秀，购物天后 PK 战，把销售下象成表演，语言哪一出啊？销售奇迹，主欲坏蛋，小鬼联盟各显神通。谁呀？疑犯子又出动了。童星王诗龄、妈妈、吴镇宇、杨千嬅、王晶导演欢笑打造，宝贝当家，火力全开，胆识过人。我们一直有在追踪新加坡酒店恐怖分子，合作愉快。他们是赏金猎人李敏镐、钟汉良，帅哥出任务，快跑！赏金猎人，游戏还没有结束呢。这个三月，新锐 HD 电影台。